偶尔呢，我们会看到有些人一方面呢是虔诚的佛教徒，一方面呢又投入其他宗教的修行活动，譬如说祷告、礼拜、唱诗等等。那么这种人是不是很虚伪？还是说一个人可以同时信仰两种宗教而不会有矛盾冲突呢？让我们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在原则上啊，一个人只能够在一个时间撑一条船的，不能够两只脚踩着两条船。两只脚踩两条船呢，很危险哦。也许认为两只脚踩两条船呢很保险的，这个释迦牟尼佛或者是阿弥陀佛不带他呢，另外有一个神也可以带他走。其实呢，你因为两只脚在这两条船上啊，可能到最后释迦牟尼佛救也救不到你，阿弥陀佛救也救不到你，上帝耶稣要想救你他可能不想救你，你怎么搞的，你跑来跑去啊。所以最好呢是不要啊有同时兼备两种宗教的色彩或信仰，这一点呢是基本的常识。可是呢有一些人呢，由于家庭的背景，他和他的工作的环境，甚至于啊可能跟自己的兴趣有关系，想要学英文的人过去啊常常跑到教堂里去跟牧师、跟修女、跟神父啊打交道，也一样的受洗，一样的做弥撒。但是呢他又常常回来拜佛、念经、念佛、参加共修。问他，你究竟信什么啊？我信佛教。那你为什么到基督教那边去啊？哎，我要学英文啊，我学英文，如果我没有好信天主教，没有信基督教，他们不会让我对我这么好，至少呢我的心理上我觉得我欠他什么，所以我到那边去的时候我就信基督教啊。那究竟你信的，你内心信什么啊？他说我到那边去内心信的基督教，到这边来内心信的佛教。这就变成相当一个人格一个分离，信仰分离，人格分离，是这样的一个人。那这种人是不是啊有问题？如果说他对佛法、对基督教的神学弄得很清楚了，那是虚伪。如果说对佛法、对基督教的神学并不是那么清楚，他认为我求佛、拜佛、拜观音菩萨，我到那边去求耶稣、拜圣母玛利亚，我祷告啊耶和华，我觉得心里都很安定，都觉得蛮好，我到了教堂里边也能够使我安心，到庙里头也觉得不错，这个我到哪里都觉得蛮好。像这样子的人，你不能说他有矛盾呢，他是到哪个地方都是真的信呢。那么这种人究竟将来死了以后到哪里去啊？这个是个问题。但是呢我也告诉诸位，有的人问我啊，他说师父我害病了，我是佛教徒，可是我基督教的朋友在给我祷告，说呀、我为你祷告啊，祷告上帝啊，祷告耶稣啊，祷告基督啊，要你的身体赶快好。他说我要不要接受他？我说当然接受咯。我说当蒋总统、蒋介石先生过世的时候啊，他是基督徒，他还叫我们全国的这个寺院呢、大家要好好的超度他。嘿，这个我们超这是假的吗？不是，我们的心还是有用，我们为基督徒祷告也是有用。这个基督徒虽然他信基督教上天国去，我们愿他上天国去，到上帝那边跑得快一点，上帝很欢迎他，接纳他，我们向他祷告的时候也有用，这是我们心里的力量，虔诚的力量。不过我要说一句呢，
如果说你跟基督教要保持关系，但是呢，你的信仰内心呢是佛教的，不要又要上天国，又要上极乐世界，又要念阿弥陀佛，又要念这个这个哈路利亚，这个两种不要同时的来做。但是呢，并不是要我们呢，今天或者是未来的人类啊，信了一种宗教就要排斥另外一种宗教，信了一种宗教就不能够到另外一个宗教的教堂里边去或者寺院里边去，甚至于在一个家庭里边也允许啊，你信佛教，你也允许人家信其他的宗教。要不然的话，你从你生起来小孩开始就叫他信佛教，想不要叫他有机会啊接触基督教。但是呢，否则的话呢，你一定要允许人家的信仰，包容人家的信仰，尊重人家的信仰。你跟他做朋友，你比如说你要学英文，你要学什么东西，跟他做朋友，你很老实的讲，我是佛教徒，但是呢，我觉得你们基督教真好，基督徒非常好，我很愿意跟基督徒做朋友。那么像这样子的情形呢，你到教堂里去，为了某一种仪式，你要参加亲戚朋友的某一个仪式到教堂没关系啊，还是可以去。像我已经出了家的人，我照样得到教堂去啊，我到基督教的教堂、天主教的教堂、修道院我都去的，他们上殿我也跟他们一起上殿的，他们过堂我也过堂的，他们过堂他们吃饭的时候祷告我也祷告，他们在这个在教堂里边做弥撒要念经，他们拿了这个希伯来文呢、啊、这个来念，我就是跟着那个法音呢、啊、我也跟着念。哎，你不能说我已经背叛佛教啊，这个我还是佛教徒，我还是个出家人，但是呢，为了在他的教堂里边尊重他。还有呢，天主教的神父到我们寺院里来也跟我们念经，你们知道吗？这个，所以今后呢，我们对这个宗教啊，不要看的那样子的呀，是内和外，但是呢，自己的信仰一定要维持啊，一定自己一个宗教，阿弥陀佛。